大家好啊！今日咧终于就试翻香港呢一边嘅自助餐啦。对上咧，我都系拍摄咗咧，系深圳嗰边啲酒店自助餐俾大家睇嘅。而如果大家直有睇我嘅影片咧，都知道其实我强调咧就系既可以不上消费，亦都可以咧喺香港呢边直接咧消费啊，而且系揾一啲服务好嘅餐厅，又或者咧系酒店啊等等去消费一下都冇问题啊。今次咧我就嚟咗位处于港岛呢一边。港岛南的香港海洋公园那边有间万豪酒店的。这间酒店的定位一直都行高端路线，如果有一些旅客们是要去海洋公园玩的，兼且想在这里有一个度假的感觉，吃完它的自助餐，住完它这里的酒店房等等，一个一条龙的吃喝玩乐兼住宿的享受就可以在整个海洋公园和这一间万豪酒店里面发生了。所以呢，佢呢一度嘅酒店自助餐，至少我认为呢应该係比较高级高端一啲嘅。咁包括呢佢成个服务啊，以至到啊食物嘅質素呢，我嘅预期都应该係高嘅。咁到底我试食过之后，呢一度嘅整体食物質素又係咪真係高呢？服务又算唔算得上顶级呢？先讲一下呢一间酒店呢，其实正正就係喺年初嘅时候美斯过嚟呢一边踢咗场波啦，大家好失望啦。但係呢美斯过嚟香港嘅时候呢，美斯呢正正就係住喺呢一间南区海洋公园旁呢一间嘅万豪酒店。正確啲讲呢，应该係话佢成个球队以至到相关嘅工作人员呢都係入住晒呢一间酒店㗎。好啦，而家呢我先简单讲一讲我由呢一个海洋公园地铁站行到过嚟呢一间酒店，同埋开始享受佢呢一个自助午餐嘅整体体验到底係点。要嚟呢间酒店一啲都唔难，只需要海洋公园站 B 出口出到嚟，直行再转左就到噶啦。嗱，呢度直去咧就左手边就可以去到海洋公园呢一间嘅万豪酒店。咁啊，直去咧就可以入场噶啦。啊，今日落住雨嚟啊，第一早就已经 book 咗啦，买咗嗰啲套票，所以一定要嚟啦。对上一次嚟咧，八月份啊，过嚟呢一头有啲嘢做，亦都喺酒店里边逗留咗一段时间噶。上年嘅八月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未嚟过嘅。咁虽然开咗都应该有几年啦。上次咧，美斯过嚟都系住呢间酒店啊。咁如无意外，应该起码 book 咗一层噶啦。佢哋依个系酒店，酒店入住嘅位，闩咗个门前面。啊，呢度有，呢度得。应该是这间啊，因为第一次来啊，都唔记得咗咧，佢嗰个自助餐系喺边个位置食，有两间嘅餐厅嘅。入咗去了解咗之后咧，先至知系对面嘅建筑物啊。咁啊，过到嚟呢一边仲未够钟，要排下队先可以入座啦。上一次嚟啊，八月份啦，个泳池位好多人喺度玩嘅，不过今次咧落紧雨，一个人都冇咁滞啦，仲有少量嘅人游紧水嘅啫。好啦，讲翻啲食物方面啦，我就趁佢咧未正式开始食嘅时候咧，先去影一影佢啲食物啦。大家见到啦，个烧鸭同埋个叉烧好靓，系咪？到底好唔好食咧？一阵话俾你知啊。呢个就碌下啦，粤式牛肉汤粉啦。咁啲配料嗰啲咧，自己选。有咧菜肉包、蝦餃、燒賣、灌湯餃，但係啲酒樓有嘅嘢咧，酒店係咪要試咧？我諗留翻俾老外試好啲。有啲人好中意嘅長腳蟹，包括我啊。咁個別有啲咧都好飽，品款食啊，焦糖燉蛋、雜梅奶凍、糖果區。山果區，
喺度都講一聲啦。其實咧，我試過嘅一啲香港酒店自助餐咁計咧，一定要搭正嗰個開始嘅時間咧，大家先可以出去攞嘢食嘅。而最近由於我都去過咧深圳嗰邊一啲酒店嘅自助餐，佢哋咧就可以提早少少攞嘢食嘅。可能咧你早咗10至15分鐘到，如果佢食物出咗嚟咧，你都可以照攞噶啦。咁其實咧就兩邊冇話邊樣特別好嘅，不過視乎翻你自己，如果是可以提早食啊，還是係同一個時間大家先至準時出去食，係中意一啲嘅都可以留言我講啦。甜品我個人覺得咧，大部分都做得唔錯，不過擺位方面其實我覺得可以再靚啲啦。啊，見到有隻麥仔啊，係嗰、那個，啊而家仲飛緊，都好難對付啦，隻麥仔。有些食物如果明知它會放得比較耐，又看到有乜仔，其實我的選擇方法就是會揀它底部的東西來吃。當日其實很多甜品我都覺得很漂亮，本身都挺想試，但是無奈呢個胃就沒那麼大，結果很多都沒有試到。但是家人試了一些甜品都覺得相當之不錯的。沙律區雖然每次都看到它放得靚靚仔仔，但是我近這幾次去吃的酒店自助餐都沒什麼吃過沙律那邊的了。任飲的區域啊，個人覺得飲品方面呢一間餐廳真係孤寒少少啦。除了凍檸茶之外，其他的凍飲都是缺乏的。如果你要飲紅酒就另外俾錢啦。熱飲方面其實都是咖啡啊呢啲好普通的嘢啊。變咗，我覺得喺飲品方面其實可唔可以添多少少俾人選擇啊？現時內地如果有些100多元去到200多元左右的自助餐廳咧，其實都有機會俾紅酒你飲噶，唔一定要酒店自助餐才有啊。雪糕方面就比較大方了，它既衛生啦，亦都係全部黑人大曬等等呢啲名牌雪糕都有放咗出嚟嘅。咁最後幾個嘅一啲熱食嘅區域啊，俾大家咧望埋啦。魚都幾靚。薄餅雖然未必食，但睇落個薄餅都幾靚。除了凍檸茶，其他的凍飲全部都要另外付錢的。大家有沒有想像過自己可以住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一片綠油油環境的屋苑呢？中山三鄉這邊有一個准現樓的項目進景峰，正正就是比鄰在高爾夫球練習場的旁邊，亦都可以欣賞到一片綠油油的山景。而樓盤的園林部分亦都是經過精心的佈局和設計，無論是它的泳池水景，再加上別墅園區裡面打造出來的水道環境錯落有序，令到整個項目增添不少新氣。加上樓宇的比例之中別墅佔大多數，而高層的住宅在外觀設計上亦都是獨具韻味，可以說用普通住宅的價錢買到豪宅的質素，以及高端的社區環境和設施。加上項目所處的中山三鄉本身就是很多港人度假理想居停，在往來香港的交通上亦都是非常之完善，只要在九龍太子直接上車就可以直達中山三鄉這邊。無論是吃喝玩樂的餐飲配套，又或者是有益身心的康體設施活動，選擇在這裡度假退休都可以滿足到你。歡迎聯絡我們，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第一輪比較上會搶的就是一些長的蟹腳啦，另外一些冷盤譬如說螺啊等等，這些我們都拿了回來的。另外太太和阿仔覺得個栗子蛋糕是非常之好味的。冰可以攞的那冰在那些汽水區那裡有個鐵桶。阿仔好識食噶，次次咧佢都係先攞壽司咧作為一個前菜噶。好唔好食啊？好食。好食啊！阿太太係攞咗灌湯餃啦、叉燒同埋個燒鴨嘅，咁一陣咧試俾大家睇。好啲啊，可能呢個新鮮啲。啱啱嗰個根本係湯，佢隔離有個係豉油嘅。唔係，嗰個湯係超難揾嘅。佢係。我陣豉油揾啦。佢隱蔽。都烏冬嚟啊！唔知啊，蛋面，佢有白色同埋黑色啊，中間有白色，之後再黑色嗰個。開咗啲蟹腳之後咧，就我試食嘅。其實你見到啲肉質都知咧，呢一轉蟹腳唔算好靚嘅。好啦，而家試下呢嚿厚身嘅火腿肉啊！咁其實我今日只會試幾樣嘢嘅啫，我唔試太多啦。咁啊，呢個自費咧，時間唔係好長，2.5小時，我花太多時間去試咧，就對唔住自己。麻麻地喎，你食嗰嚿係雙眼牛好食啲應該，好似頭先我食燒鴨咁啦，叉燒我唔知啦，我阿仔食過，
燒鴨睇落去真係好靚，沙燒魚都好靚，但係頭先我食落口都話個啖燒鴨咧就麻麻地嘅，我覺得即係可能我有期望啦。好啦，而家試一試佢啲蟹腳，我攞個跑滿啲嘅啦，效果靚啲。太太就話咧個肉質咧唔算好靚嘅，開嘅時候少少糊，都可以一次過起曬出嚟嘅。真係唔算好新鮮，坦白講，只不過係一食就食得出唔係好新鮮咯。試埋啲蝦啦，照點醋啊，唔緊要啦嚇。蝦 OK， 幾淡。試埋個螺啊，有少少沙。暫時呢一刻啊，整體嘅食物咧不似預期，因為我本身對呢度嗰個預期係比較高啲嘅，坦白講。但係暫時呢一刻啊，即係試咗幾樣嘢都唔太似預期嘅。服務冇問題。好啦，而家試呢個西蘭扒啦。其實我覺得食酒店自助餐咧，個優雅感覺好緊要，即係好似你俾咗一筆錢，就係一個相對高級少少嘅環境嗰度咧，優雅地去享受嗰個晚餐或者午餐咯。我而家試下，唔算好嫩，咬落去都有少少韌度 OK 嘅。咁我汁亦都唔錯。有牛味，魚仔都 OK。印度咖喱餅，個咖喱味幾濃啊，聞上去咖喱唔錯，個餅一般，咖喱唔錯咯，就個咖喱我覺得可以，唔會太辣咯。嗱我窗口我自細細嚿啦嚇，有條味嘅啦。我窗口唔錯喎，窗口我覺得 OK 喎，條味 OK， 肉質 OK， 我試個蟹膏部分啦嚇。係有啲似鹹蛋黃嘅，但係最第一個嚟都叫最抵嘅。就咁食。最抵食嚟嘅嘛，入邊啲豆腐最抵。唔算好硬，咬落去都軟軟地嘅，但係個蟹膏味唔算好突出好濃。至少咧，因為可能我對嗰個蟹腳咧有期待，個蟹腳俾我嘅感覺係有少少失望。試埋呢個煙三文魚，煙三文魚頭先我好似試咗少少，咬落去都係。即係有啲咬口煙韌咁樣咯，少少有黐住牙齒牙嗰啲位置。好，而家試叉燒，叉燒都靚嘅，望上去係啦，叉燒唔錯，叉燒好過燒鴨，我個人覺得佢嗰陣蜜汁咧喺外面咧整得相當之好，我覺得桃即係茶嗰陣蜜汁係啊，試埋呢個。呢個係邊個？呢個應該是焦糖燉蛋嚟嘅，太太試咗話 OK 啊，不過佢話我攞呢個唔夠佢頭先攞嗰個靚，哇，咁辣，焦糖啊，係咯，成個冰塊咁喎，原來不會苦嘅咩？唔苦啊，唔好誤導我嘅味覺喎，幾好食啊，我覺得。暫時咧，如果你話成間酒店入邊咧，雖然有唔同類型啦，但我覺得呢個俾我感覺係最出色嘅。暫時呢個係好嗱，啲黑色一點點咧，唔係發毛啊。嗰啲叫雲呢那子，之前曾經有人誤會過咧，係以為發毛噶。咁樣嗱，就係呢嚿啊，食啊嘛。不過咧，我係要等太太食咗之後，再到阿仔食，然後先到我食噶。阿豆腐花我冇試到，不過太太試咗咧，就話非常之好食嘅，亦都係值得推介啊。其實很多食物我都想攞，但最後都沒有攞到，因為當日可能我自己嗰個嘅胃口方面不算是最佳的狀態啊，咁結果咧變咗唔算食了很多很多嘢已經覺得幾飽下啦，咁冇辦法啦，亦都唔同自己個腸胃咧作對，即係夾硬塞太多入去，搞到自己要扶牆走啦。畢竟一次的自助餐啊，俾咗一個價錢，你話一定要係咁食，食到個肚脹曬，好辛苦先肯走咧。我相信呢個係年青時候嘅我咧會咁做啊。去到現時呢啲年紀咧，真係唔會同自己個肚咧作對噶啦。嗱，不過佢最後一輪咧都俾我好好彩地咧攞到佢長腳蟹部分，嗱啲蟹腳就冇曬啦，反而剩翻啲鉗喎。而啲鉗咧，我攞咗翻去之後咧，發現原來係好高質下嘅喎。好啦，而家咧就都差唔多尾聲啦，剩翻半個鐘頭。就攞咗啲刺身蝦啦，同埋最後一轉啊，俾我攞到三隻長腳蟹嗰啲蟹腳，俾大家睇睇啲蝦先。咁據講啊，你同佢講話要兩隻咧，佢都會俾嘅，係啦。我唔知三隻四隻佢會唔會俾啦。頭先我都係一次過話攞兩隻嘅，其實唔一定要一隻。另外就係個蟹鉗又 OK 喎，雖然去到最後啊，咁我剝咗蝦先啦。
都靚嘅呢個刺身嘅蝦。係啊係。誒，原來開咗少少嘅。不過佢呢個開少少咧，同我上次個小龍蝦咧差得遠啊！小龍蝦係開得好好嘅，未必開到。哦，得啦，啊靚嘅喎，蟹肉係靚嘅喎。你睇呢啲肉嗰個一梳梳咧，你知道係比較新鮮，比較甜。嗯，甜啊！蟹腳風味，蟹鉗真係甜，好過頭先你第一批攞啲蟹腳，真嘅又神奇喎、啊！剩翻最後咁樣三隻蟹鉗擺喺度，冇人要。但我吃下去是很明顯高質過剛才第一轉，原來流了血了 sorry， 真是太大意了，少少啫，應該個蟹鉗可能頭先咁剝嘅啫。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你想問人會唔會有膠布啊？個蟹睇下，唔該你啊。其實我就有問他們的餐廳職員有沒有膠布，不過他們就說沒有直接的膠布，如果有需要就可以 call 他們的急救的人員上來幫我做個急救，我覺得急救的話太誇張了，我直接去洗一洗傷口就算了。因為店員就問我是不是讓蟹呢那些位置整傷的，我就說是啦，可能他是怕蟹那裡有什麼菌等等令我受感染都未定，不過我覺得都是小傷口而已，應該未至於那麼嚴重的，洗完傷口就繼續吃吧。在这里赞下仔啊，好乖啊，他帮我拎了醋，因为我是拎漏了，还有刚好整伤了，他就帮我去拎了。有些意外啊，伤了。但是这个蟹钳的肉是漂亮的，很坦白说是漂亮的。甜啊，真的吃回一些冻蟹脚、高质的。是的。刚刚包了自己的伤口先啊，暂时。清洗了。但是就蟹钳是高质的。就完了，不過呢我想試埋個刺身蝦俾大家睇。嗯，好耐冇食嗰啲大大隻嗰啲蝦，刺身蝦。早兩三年我好中意買翻嚟。總結呢個刺身蝦都係正嘅，咁其他刺身咧你可以唔試啊，但係呢個刺身蝦我覺得咧絕對值得一試，又或者你真係好中意刺身嘅話咧，可以試多兩三嚿都得噶。我手上呢嚿蟹钳咧，应该系我哋攞嘅蟹里边最正噶啦。呢个接近我喺呢一餐自助餐里边最满足嘅咩啊？蟹钳够饱满，肉够鲜，唔霉，好正，乜缺陷啊？最后上嗰啲蟹钳仲靓过开头嗰批啊！總括嚟講，呢間海洋公園萬豪酒店嘅自助餐咁計咧，開頭咧食落啲嘢有啲失望嘅，但去到後來咧就越食越滿足嘅。另外服務當然就冇乜問題啦。嗱，呢餐咧我哋就係買咗一個買二送一嘅套餐嚟嘅，咁啊一共咧就1145元，除翻開咧就每人300多元啦。雖然阿仔就要計成人啦，不過當日由於係5月1日嚟嘅，其實假期，咁如果你話300多元一個人咧都可以接受。後來我在呢個 KKday 啊等等呢一啲嘅網上平台睇翻咧，都係大概300多元到一個成人啦。不過咧就唔一定係禮拜六日或者假日可以用到嘅。自己咧上翻呢一啲嘅訂自助餐嘅 app 啊，你去睇翻啦。咁因為咧呢一類型嘅餐廳呢一啲嘅自助餐咧，個價錢每一段時間都唔同嘅。你去到暑假咧，肯定就普遍又貴啲噶啦。特別係海洋公園呢一間啊，主打啲親子玩樂為主嘅酒店啊嘛。另外記得如果你嚟呢度食自助餐咧，你登記翻就可以享用佢呢度嗰個兒童嘅玩樂設施嘅，咁啊唔係出邊個泳池啊，而係入邊室內嗰個啊。今集嘅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其實亦都希望咧我可以履行翻我之前講過嘅嘢，就係未來多少少試翻香港嘅啲餐廳，亦都鼓勵大家支持下香港嘅一啲餐飲業啊、服務業等等嘅。咁有咩意見發表，歡迎留言講講。我係自家兄弟阿湯，下條影片再見。趁住呢個開咗關嘅日子，你又會唔會上灣區呢一邊睇靚樓呢？自家兄弟提供 VIP 睇樓安排，未諗到想喺邊度睇樓同買樓，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一樣可以揾我哋，仲會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睇下係咪切合你嘅需要。跟自家兄弟喺灣區置業，仲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快啲嚟我哋展銷廳了解下啦！追求美好生活，灣區首選自家兄弟。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